哎，老板，听说你这里有一个卖628一碗的面，你听说过没有？628一碗。对。没听说过。这个叫。我这还有600的，那边628。看都没看过呢，是吧？600块钱一碗面条，你妈多大吧？你妈水缸碗哟！水缸。哎呦，可这我讲实话呢，是吧？买的真贵，600块钱一碗面条的，那里头对的什么？人参你妈的都搁里糊了。老扯的。我们农村人没吃过。你家最贵的面是多少钱一碗的？我们最贵的面。对，最贵的面现在就这个。啊，多少？628是吧？这真是天价面呐！哇，看这小伙没吃过海鲜呐！哎呀，厉害！这一个奥龙被他一个人整下去了。安徽蚌埠啊，我们今天去打卡一家天价面馆。这个面馆啊，就在蚌埠七中的对面，就是这家高记面馆。多少钱？吃个面330，四个人330。三碗面110是吧？一到饭点都是人呐。110的三碗面。就是这样烫出来就行了，是吧？对。这吃的是原汁原味的。好，蔬菜，面要自己端。这个面和这个浇头就分开了。这个就是在下面是吧？这边。对，这是在下面。哦。一锅清水下面。哦，一锅清水。打包的，哦，每人打包的，对。我们点的是40对吧？40最低消费，最低消费，终于吃上了。看看这，你看这菜，从地面跑的。地面啊，路面来的，特意炒的面。大哥，大哥，澳洲龙虾都给你点了。就是我们点了，被你们点了是吧？我们就那一份让我们点了。发现这味道确实挺好的，开玩笑不开玩笑。这四个鲍鱼是150，150一碗的面是吧？这四个鲍鱼呢，就是都是血活的。消费虽高啊，但是来吃面的人非常的多啊。看来我们蚌埠人有钱人还是多啊。都是人在吃面，每天搞的东西做的东西，每天一天就用着。食材都是当天要用完的。嗯，做的东西基本上要给用完，然后第二天才能准备新鲜的。要不然那东西再好的东西你一剩，就没有个口味了。新鲜。都是好吃的，都是新鲜的。都是新鲜现做啊。这个天价面呢，每天限量供应一份。我们三人分呀，分一下，分一下。这是给你们算，只能分着吃了。啊，这个面太贵了。这是用了你们预定的火炉。合下来一个人要200多块钱呢。把口罩取下来，哎呀。哎呀，这美女。美女。好的。网红美女，网红美女。四个车库员的一个基金补贴，140块钱。叫一个就100多的啊，最便宜都得几十块钱呢，这个面。最便宜的，最便宜的，素面的话，八块钱。
面十块。素面十块，对。你要想吃肉的话，最便宜的话得20-25块钱。啊，那咱们素面是什么汤呢？素面的话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的大骨汤。啊，大骨汤。只不过的话，它里面没有肉。哦，没有肉，素面十块。有养生的喜欢吃素。嗯，最贵的628，从10块到628不等啊。大美女，有人说你家的面卖的贵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虽然说我们家面条的贵，价格呢我确实承认在那里，但是呢，如果说只看价格不看价值的话，我觉得，那对我们家有点不太公平。虽然我们家价格比较高，但是有这个价值在那，给你东西吃，给你肉吃，因为现在这个肉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都比较高的，这个钱买了这些东西，是值的。好，我们的天价面啊，要上来了。美女，上面。后面在这边。这一顿面吃个上千块。哎呦，厉害！来呀，堂哥，今天吃这个天价面呢。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这不喝一点儿？来安徽，我总共要进地主之一，我要请你们去吃，来吃天价面。这鸡腰子特好吃，好吃。炸掉，两口炸的，那一口炸的真好。来，天价面啊！来看一看啊，这个，这就是天价面的搭配。奥龙啊，啊，一口下去啊，都是金钱的味道啊，果然香啊。刚美女小老板娘说，他们家这是手工面。嗯，一口下去，劲道鲜香啊。难怪他们家的面虽然卖得贵，但是生意非常的好啊。贵是贵，但是贵的有道理啊。来，再重点说一下老板家的这个招牌的鸡腰子啊，看，非常的新鲜。嗯，一口下去软糯爆浆啊。哎，今天这一顿太补了，太补了，大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来堂哥，堂哥来来来，炸了炸了，我们炸了，炸了吃面，安心吃面。哎呀，安心吃面啦！